反正你只要记得一个概念啊，指标它是什么？它是存，它也是类似一个可以存东西的东西地方啊。那它是存什么？它只是存 address 啊，就是记忆体的位置。那记忆体的位置当然会通常会搭配另外一个变数啊。那个变数可能是整数的、实数的，或者是自元、自串。那这些不同类型的变数，它其实都会占一个记忆体的位置。那所以指标就是用来指到这些变数的这个位置的啊，存它个变数位置的那个 address 的啊，另外一个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另外一个类似变数的东西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指标的概念。那怎么用呢？我们上次有谈到，就是说你要先宣告，因为它基本上也是类似一个变数，所以你指标一定要先宣告啊。那宣告的过程，宣告的方法就是怎么样？你如果今天是要对应整数的变数，你的指标变数就必须要宣告成一个一样是 int， 但是那个变数前面在宣告的时候要加一个星号，对不对？就是我们所谓的宣告，宣告这样 int star， 然后呢一个指标，那这个指标会对应到另外一个变数，那个变数我们要跟它对应的过程中间，我们必须要利用什么？利用这个指标运算值叫做取值运算值哈，就是一个 ampersand 的符号，然后这个 ampersand 的符号对应再加上这个变数名称，就会指到会取出一个什么？取出这个变数它的记忆体的位置，那这个记忆体的位置我们就可以把它存在什么？存在我们刚才宣告的这个指标变数里面，好，所以 yptr 就可以这样出过来，对不对？就这样。那当然反过来啊，这个是把它从记忆，就是从我们要把这个 y 变数的记忆体要它的位置要存到这个指标里面，是这样。那反过来，如果我们要把 yptr 啊 ，yptr 就是一个指标嘛，它是存这个记忆体的位置。我们要把这个指标里面所存的位置指向的那个变数里面，它所存的 content 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就必须反过来用什么？用这个叫做我们把通常间接或者叫反参考运算值啊，所以像刚才已经把它宣告成这个 yptr 已经是等于 ampersand y， 那我现在要反过来看到这个 yptr 这个记忆体它所存的这个记忆体的位置所指到的那个 address， 它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就前面再加一个星号，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反参考。就把它做逆运算回去，再把它得到它的结果啊，这个是这两个概念很重要，所以这两个大概就是一个互为逆运算了啊。所以 ampersand 是取出来地址 ，star 呢就反过来从那个地址去指向什么？指向它的内容啊，就取出它的内容。所以两个是互为逆运算的概念啊。这个当然都上礼拜提过了，只是再 review 一遍，这个例子我们都看过了。然后我们在应用的过程里面会搭配函数嘛，对不对？所以上礼拜其实不就应用，就让你们课堂练习也好，实习课也好 ，take home 的作业也好，都有用到这个。你的函数怎么搭配这个所谓的叫 pass by reference 的东西，对不对？有没有练习过很多遍了？几遍了？至少三四遍以上了哈。既然练习了三四遍，所以代表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哈。这边最重要啊，有没有问题？这里传参考。回去都练了嘛哈，那当然期末考就一定会考啊，啊，所以如果连这个都不会的话，那就只好明年再来了啊。那这个东西怎么叫传参考，这个我们就都讲过了，就不谈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我们稍后再谈，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啊。这个什么 const 的这个，其实我们其实之前也有提过了，对不对？在第六章，我们其实在某些地方就提过这个 const 的。那个时候的 const 在干嘛？就是把这个变数或者是这个阵列，把这个变数或这个阵列呢，让它不要动，对不对？好、哦，是不是？要不要运动一下？嗯。一早来就这么爱度孤啊，嗯，动一下动一下，太凉了是吧？那这个 const 呢，会牵涉到我们的指标啊、哦，也会跟我们的指标有关系，所以
有点复杂了啊，所以我们因为里面用到的一些例子会跟我们后面的有关系，所以我们先谈后面的啊，所以这边我们先跳过去，我们先跳过去，我们直接到这个还是跳蛮多的，我用按的，我们跳到七至。那七至七行，那我们先看这个好了啊，先看这个，size of，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新的运算子啊。那你顾名思义 ，size 是什么 ？size 是什么？大小嘛，对不对啊 ？size of， 所以它是一个没在动，是一个一元的运算子啊，是一个一元。什么叫一元？一元的运算子的概念是什么？它只有搭配一个运算子嘛，那个运算子可能是变数或是常数都可以哦啊，所以像是我们之前学过的一元运算子有什么？啊，之前的一元运算子有什么？如果考试考你，写出五个一元运算子，你写得出来吗？写不出来啊。啊，你们没用过吗？你回去有没有念啊？啊，一元运算子有什么？加减乘除，加减乘除是一元运算子。回去自己看啊！啊，一元运算子它反正只能搭配一个运算子啊，搭配一个运算子。那size of 它也是一个所谓的一元运算子，它重点是可以怎么样把任何资料型别的大小，它可以把你抓出来，就是说一个变数它一定要站在记忆体的某个地方嘛，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 address 啊，就是指标来看它的这个记忆体的位置在哪边。那这个记忆体它会多大？因为我们说过记忆体都是用类似位元嘛，对不对？都是用一个 byte 的概念。有没有像 byte 的概念？那一个变数，不管今天是整数啦、实数啦，或者是字元啦，它都要占一个大小啊，它在记忆体都会占一个大小。这个大小当然有一个起始的位置，所以我们说用 pointer 用指标指到它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变数本身它也有大小啊啊，像我们不是说像整数的话，待会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整数大概我们在知道它就是占四个 byte 啊，四个位元。那如果是什么 long， 我们之前不是有什么 long integer 对不对？然后还有 long integer， 那个就更长啦，那可能它就是八个位元组或者是十六个位元组。所以它的大小大概多大，我们可以透过这个运算子叫 size of 就可以知道型别，这个型别也好或这个变数也好，它的这个占的记忆体的大小是多大啊。所以它就是一个方便的一个使用的一元运算子啊。那 size of 它本身会传回一个 size t 的一个整数啦啊，那这个整数代表就是这个什么它所占的位元组啦啊。那当然它这个 size of 不只用在我们说的，其实它可以用到还蛮多，包括它可以用在变数，它可以用在这个型别，就是说我们宣告不是型别有 int 吗？有宣告 char 啦或什么 long 啊，这些型别你也可以利用 size去取出这个型别它本身占的啊，或者是可以针对变数都可以，甚至它还可以针对阵列。所以这个阵列我们说它要宣告它的什么，我们在宣告的时候要宣告它的型别还有它的什么名称嘛，然后名称还有什么中括弧里面的什么，就是它大小啊，对不对？就是它几个啦啊，它有几个这个阵列嘛，就阵列里面有几个元素啦，对不对？那假设像 int 是四个位元，那它里面如果宣告一个整数的阵列，它有八个元素，所以它就占了多少位元啊？简单的算数啊，多少？八个元素，每个元素占四个位元，所以这个阵列多少？就32个位元嘛。所以我们利用 size 它就可以传回这些资讯啊，它就传回这些所有的东西的它的这个占的记忆体的大小啊，占的记忆体大小。那它传回的整数是 size t 的这个型别啊，代表它的这是一个整数，代表它的位元组的个数了啊。
那接下来有一个例子啊，我们直接看一个例子来。好，这个例子很简单了、啊、哈，这些都是一些课本的 demo 的例子。所以他现在用 get size 啊，就是一个函数，这个是自己写的啊 ，get size。那为什么一直在动？这个是我这边没有动，但是投影机的问题嘛。好了。Get size 是一个函式啦，这个函式你看它要宣告它的什么，你在 prototype 要宣告它的型别，它型别也是一个 size t 啊，那它里面的引数是什么，是一个 float 然后 star pt 啊，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它是 pass by 什么传什么，它的引数是什么，它的引数是指标嘛，所以它基本上是传参考，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它这个组成式里面 float array size， 那 size 它是 define 的一个20，对不对？那接下来它其实只有 print 啦，那这个 print 是 print 什么呢？ print 直接一个 size of array， 这个 array 是什么？这个 array 是它的这个 float 这个宣告的这个 array 又 array 实在不太好啊，这个反正这是一个指标的名称啊，一个阵列的名称叫 array 啦啊。那这个阵列的名称，然后再加上它大小 size 是20，所以 size of 就会传回什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一元的运算值，这个运算值就会传回它的这个阵列，它所占的记忆体的所有的大小啊、哦，就是20个元素嘛，因为 size 是20，所以是20个元素。那20个元素里面每一个 array， 它基本上是一个 float，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实数的啊、哦，实数的这个型别。这个实数型别每一个元素看它占多少个位元组，然后再乘上20，它就会透过这个 size of 啊这样的一个运算值，它就传回它记忆体的大小。那另外我们再呼叫这个 get size， 那 get size 是我们自己写的函式哈，我们自己写的函式，所以它传 array。 那这边这个方式我们其实看了很多次，对不对？在阵列的时候你看它这 get size 这个函式，它的引数是什么？刚刚说过这是什么？这是指标，对不对？但是它这边传的是什么 array， 那这样 OK 吗？可以，为什么？因为阵列的名称代表是什么？阵列的名称就是类似是一个 point， 就类似是一个指标，它代表的就是这个阵列的第一个什么元素的 address， 有没有？这个上礼拜或是之前应该是上礼拜了啊，上礼拜应该提过，所以在这边 array， 这个 array 就搭配什么？这个 float start point， 那是的。然后 anyway 传进来之后呢，那它这边其实很简单的，它只是 return， 它其实又是要去呼叫一个 size of， 它就去，这有点是 demo 啦，所以它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啦。它但是它的这个函式里面，它其实是 return 一个什么 size of， 所以它就去呼叫什么？呼叫这个一元运算值 size of， 然后呢把这个 point 的大小啊。point 的大小传回去，那所以这个是它这个是传 point， 是传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 array 的某一个元素，它当然它传的是类似第一个元素的位置啊，它的 point 是多大，所以它传回去是代表它的这个 array 的第一个元素，它的对指到它的指标，这个指标它的记忆体的大小是多少啊，所以第一个回来告诉你的 array 是多少？size of 直接 array 嘛，哈，所以这个 array 直接是刚说过是有有20个，那每一个可能是4，可能是四吧，所以四乘以20，所以它的 the number of byte 啊，在这个 array 里面20个元素的 float 啊，20个元素的 float 的这个 array 里面，它的记忆体占了80个位元组啊，就类似这样，占80个位元组。那第二个呢 ，get size 是它的这个反正就是它这个 get size 传回来就是代表它是4啊，代表是4。那这个4其实是一个指，你要注意了，它这个是 PTR 啊 ，PTR 我们刚刚说过它已经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指标，所以这个指标本身的大小啦，不是指标所指向的那个元素哦，啊，不是指标所指向的那个记忆体的地方，是指标本身它这个元素。啊，这个指标本身啊，不是指标指向的那个元素的大小，是指标本身的大小啊。因为指标是不是因为它要存记忆体，
纯记忆体要不要空间？纯记忆体也要空间啊，啊，纯它的记忆体的起始的那个位置，它也是要空间。所以我们上次不是也有画了一个图，在比较前面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也占空间的哈。所以如果我们拉到前面，对不对？这个 point 是指到这里，对不对？它存这个20、100、1000、10000、60000。好，你在存这个六十万，这个六十万本身要不要空间？要不要记忆体？它也要记忆体啊。所以刚才的那个 gate size 就是在算这个 point 的它的什么占的记忆体的大小，懂不懂？它不是在算这个五的大小，不，这个五所存的这个位置的大小，因为它本身是。那个刚才我们的那个 gate size 是什么？是在 gate size 这个 point 的大小，所以 point 本身就是类似一个变数的概念，所以它也会有占什么？有占记忆体的空间嘛？啊、哦，所以 size of 它是可以做蛮多各种类型的阵列啦、指标啦、各种类型的型别都可以做哈。好、哦，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哦。所以这个 return size of 是一个 point 啊、哦，是一个 point， 所以代表这个 point 占了什么？四个位元组就是这样子啊。哦，那接下来课本还有一个例子，这还有一个例子，让我们现在看。那现在假设这个，我们可以用 size of 来决定阵列的元素，这个也很简单，这个很基本的计算而已啦。假设我们的有一个这个 array 有22个，那 double 是占8个位元的话，那它有那8个位元乘以22就是176嘛，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简单的计算就可以算出它的元素了哈。所以这个其实也不重要，这是让你告诉你，它其实还有这个方式可以去算它的那个，利用 size of 去算它的元素。像你的分母是什么 ？size of real 零，所以是代表第一个元素它的什么大小？那这个是代表整个阵列的大小，所以整个阵列的记忆体大小除以个别元素的大小，算出来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阵列有几个元素嘛，对不对？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思考而已啊。OK， 这个蛮难，没有了啊、哦！给我一点 sign 啊，我都不晓得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懂啊？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接下来这个例子呢，你们可以自己回去把，就是回去看你要打一堆东西啦。你看啊，他这边其实就是利用 size of 去把所有的东西，它的这个记忆体的大小把它弄出来。好像 character c short short 就是 short integer 了哈 ，short s int i， 那 long 就是 long integer 哈 l， 这个变数名称了哈 ，long long l l， float f double d， 类似这样，它是把，然后还有 array， 然后还有这个point， 那它这边其实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它刚宣告的这些东西，它占的记忆体大小，它等于类似把它做一个 inventory， 就是把它做一个。详细把它列出来，那这里面搭配的这些东西，当然就是我们要把它印出来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哈，它这边它可以针对 size of， 然后呢后面加一个 c， 那我们说 c 是什么 ？c 是一个 character 的 c 的变数啊 ，c 的变数。那这个 c 的变数，它其实就占了一个位元组而已啊，就占一个位元组。但是它也可以针对型别、啊、你看它这边是接下来是 size of 刮胡 char， 那 char 是什么 ？char 是宣告它的这个型别啊，是型别的宣告的一个 keyword 一个关键字嘛。所以呢，这边 size of character， 所以它这边它其实也是一啦、哦，所以它这个都是对应的。所以像 s 刚是宣告是 short s， 对不对？所以呢。它本身占两个位元组，那 size of short 它其实也是一样，这个型别本身就是占两个位元组，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告诉你这些不同类型的型别、啊、它的这个记忆体所占的这个大小是多少、啊、那这个是课本跑出来的结果、啊、但是你如果在 PC 上跑，会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啊、可能是你们回去自己 check 一下，印象中不晓得是 floating， float number 还是 double， 可能它的大小，因为每一种作业系统啊，每一种作业系统它对记忆体的配置大小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啊。虽然号称 C 是一个所谓的，我们之前其实提过 ，C 它是一个比较 portable， 就是它可以在不同作业系统都可以去 run 的，但是因为不同作业系统它对记忆体的配置管理不太一样，所以
你这边跑出来结果虽然课本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在 PC 上跑，我记得支行有一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你们自己回去试看看啊。好，这个很简单。那我们接下来开始看，这个就蛮重要的哈。我们要谈的这个是指标的运算跟指标的运算，算术运算哈。指标本身也可以去做一些运算，但是它不是在算，因为指标是存什么？指标是存它的 address， 对。那但是这个 address 要算什么？它只是在算它的什么，类似 in 它的位置在哪边，啊？特别是会搭配指标的运算，通常我们知道会搭配什么阵列啊，会跟阵列来一起做搭配。那所以指标基本上也是一个运算员了，啊，它也可以当运算员，它可以当运算员。所以当运算员之前，我们说过像变数，像变数，刚才的这个我们说运算员。运算员大概可以当是变数，也是一个运算员，或者是一些常数，也是一个运算员，对不对？那指标也是一个运算员啊，它是运算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运算子都可以跟这些跟指标的这个运算员来一起来使用。所以之前我们看过的这个所谓的 operator 运算子有很多种，对不对？我们不是都常常都会弄一张表，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运算子的这个 priority 它的优先顺序不是都有写出来吗？啊，什么加加减减啊，或者什么 mod 啦，加减乘除啦，然后什么逻辑判断啦，还有什么，很多啦哈。所以这些运算子并不是所有的运算子都能够跟指标一起来搭配使用啊，这要记住。它虽然是一个合法的指标，虽然是一个合法的运算员，但并不是所有的运算子都可以跟它一起搭配使用。那我们最常使用的大概就是用加加减减。那加加减减就是干嘛？就是加一减一嘛，对不对？那指标运算子加一减一在干嘛？待会儿我们才会看到了哈。那另外加加减减，或者是其实加加减减就跟这个什么加等或者是什么减等是一样的概念嘛，对不对？那另外指标跟指标可以相减啊，不过指标跟指标相减有一个特别的限制，就是说当这两个指标是要在同一个阵列的某两个元素在做相减，它才有意义。所以虽然是可以相减，指标的变数是可以相减啊。但是相减不是对所有的东西啊，对所有的变数都可以来直接相减，它必须是这两个指标都指到同一个阵列，那它可能会分别指到不同的一个 element 的时候，那你去做相减才有它的意义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看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先用例子来看啊。假设我们宣告 int v 5啊，那这个就是说你是一个 v 是一个整数的阵列，有五个元素，对不对？那第一个元素我们假设它的 address 是3000啊，那我们是在设 vptr 指向 v0 啊，然后所以 vtr 里面存的就是3000嘛啊，就是3000。那接下来这个我们用一个例用一个图啦，接下来一个图来描述这种情形。你这边 v0 啊 v1 v2 v3 v4， 所以这边有五个元素，那它的一开始的位置就是在3000。那因为它是整数，我们刚刚说过整数的 size 是多少？四嘛，对不对？所以三千下一个 V1 就会在哪里？3004，然后呢 V2 3008，然后 V3 3012、3016，对不对？那我的第一个 V point 是指到什么？指到第一个位置啊，第一个位置就是3000嘛，哦，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啊，哦。那当然，你怎么样把 VPTR 指到 V， 这个我们之前就看过了，就是你可以直接把 V assign 到 V point， 对不对？或者是你用 V0 然后前面加一个 ampersand 然后就指到 V point， 这个知道了对不对？你如果是 V 是代表整个阵列的名称嘛，所以整个阵列的名称刚刚说过它其实就代表什么第一个元素的指标，对不对？那如果你是用 V0 呢， V0 它就不是阵列啦， V0 是阵列的元素，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代表一个个别的元素、个别的变数啦，所以它就不是阵列了，哦。所以这时候你要把它的 address assign 到 v point， 你前面还加什么？你一定要加一个 ampersand 啊。那完了之后就会对应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把指标加上跟减去某一个整数哈，我们可以把指标加上一个，刚刚说过可以加加，可以减减嘛，加加跟减减就是代表把指标加上一个整数，或者是减去一个整数，对不对？但是加一减一啦，
但是你可以加二减二都可以嘛，所以我们刚刚说加等啊或减等是不是也可以？这两个运算值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们在加这个整数，是不是真的是把像我们刚才说，如果是三千，就是 V point， 刚才说过，像 V point 它值上是三千，你把 V point 加一，加一是把它变成三千零一，不是哦？哦，有人还在点头，点得很高兴呢、啊，对。你还在点头，还在睡觉？啊，没有，不然你是在点头。你点头的意思是什么？加一是三千零一啊，数学上是没错啊，对不对？加一数学上是三千零一啊，但是我们在 V point 它今天是一个指标啊，你把它加一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数学上加，把它的记忆体加一而已啊，它是把它，因为它是指到这个第一个，所以它把它加一的意思是加到下一个什么？下一个阵列 哦，所以因为这个 V point 今天是搭配阵列来使用嘛啊、哦，我们再说它的指标运算现在都是搭配阵列在使用的时候，所以你把 V point 加一，并不是加三千零一，而是加到下一个什么下一个 element 就变三千零四啊。嗯，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个就是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啊、哦，因为它今天是。所以加上去的这个整数是指加上去这个整数呢，乘以这个指标所指向的物件大小啊、哦，这个物件大小就是像如果刚刚说整数是四，你加上你如果你加一的话，就是把一这个整数一乘上这个指标所指向的物件，那它因为是整数，所以它就什么呀？加上一乘以四啊，所以一乘以四就变成刚才说的就三千零四，那代表它就指到下一个什么？同样一个阵列的下一个元素，这样听懂吗？很简单吧，就是你要记得指标它加它的指标的运算，它加减不是真的是加它的那个实际的数字的加减，而是把它加到它这个指标所指向的那个元素指向的那个变数的型别的大小啊、哦，加一，如果是加一就加上一个型别大小的 size， 如果加二就加上两个啊。哦，所以加二，如果是 V point 加二嘞，加二就跑到哪里？3008啦，就这样子啊。那不要问为什么，你就是把它记起来，就是这样子。它这个什么记忆体的概念，它就是一个一段一段的去加就对了。那这个都期末考要考的哈，笔试一定会考这些概念啊，所以要搞清楚哈。好，所以就是加。是加上、啊、然后减就是减去、啊、都一样，就是整数乘上这个指标所指的物件大小、啊、所以呢，像说如果我们把 V point 加等二，那加等二就是什么？把原来的 point 加二嘛，把这个指标加二就会产生3008、啊、就是3000加上二乘以四、啊、假设四是这个整数的位元组，那这时候就是3008就指向多少？这时候 point 就指向多少？这时候 point 就不会指到第一了，因为它已经你已经改变它的 point 的位置啊，所以它就变到3008了哈、哦，所以这个时候 point 就这时候 V point 就指到3008，就到第二个阵列了。然后这要赶快先记起来哈，这要赶快先记起来，因为待会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有关系。OK 吗？有，可以吗？你们呢？好，那如果是现在 V point 是3016，那当然它就指向刚才说的第四个啊。那如果你再把它减等式，哎，啊，减等式就变成拉回来4416嘛，所以变成又回到3000了，所以拉回来哪里？拉回来开头啦，是不是这样？哟，眼睛很酸是吧？昨天打电动打太久了。睡不好，什么事情这么烦恼？嗯，来啦，专心听啦。那这个减四当然就拉回来原来的哈。那加加呢也是一样，加加不管放前放后都是怎样指向下一个元素，所以我要跑到下一个元素，我可以其实就用 point 去把它加加，不管放前放后都是一样。那如果是减减呢？就是拉回来嘛，对不对？就拉回来前一个元素啊。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假设3000，那另外一个 V2 point 它指到3008，那我们刚说过两个指标可以相减，但是它必须是指向同一个阵列的时候
的不同元素，这样你才可以去相减。所以现在 VPTR 是指向同一个阵列的同一个阵列，但是它是指向3000是代表开头。那第二个指标怎么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指标是指向3008，这个也是指向同一个阵列，但是它的位置是在类似第二个位置。所以当你把这两个相减的时候，它不会是8，它会变成多少？2，它会变成是2所以这个是它在做这个指标运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它相减的是减它的那个所有的大小了，就是说它的记忆体的差几个位置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在指标运算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谈指标跟阵列的关系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就已经稍微已经在讲指标跟阵列的关系。那指标跟阵列它其实关系密切它两个基本上都可以互相搭配使用互相搭配使用。那互相搭配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两个东西它可以使用，当然可以搭配使用，但是搭配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本身我刚刚说过，我们之前都知道阵列名称本身就是一个指标但是这个指标其实这个牵涉到一个什么叫常数指标。常数指标这个会跟我们刚才先跳过的那个叫 const 有关系const 就是 constant 的意思。指标我们说它本身有点像变数，对不对？它里面可以存东西，但是它这个指标有时候又可以不用，就是你可以强迫它不去动它，就是把它类似把它变成，它一旦存了一个这个指标里面一旦存东西之后，它就类似变成是一个常数的东西，它不会动了。常数就是说，像你是如果是一是不是一个常数？这个常数你还可以让它变成，把这个常数变成2吗？常数本身就是常数嘛，我不然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常数，对不对？所以常数就不会动嘛。所以我们说阵列的名称虽然它是一个指标，虽然有一种概念是类似变数的概念，但是这个指标的名称它本身就是一个常数的指标。所以就是说这个名称虽然所代表是虽然是一个指标，但是这个指标就不会动了，因为它就是很明确就指到这个阵列的一开头的地方所以阵列的名称是一个所谓的常数指标常数指标要记住。那另外有些指标的运算指标的运算指标运算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了吗？对不对？像刚才说的这些指标的运算，这些指标运算其实你再把它加一减一，就类似再把一个阵列怎么样，阵列的元素挪来挪去嘛。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过 VPTR 加一就指向下一个元素嘛，那相当于如果你是要用阵列的方式表示的话，那假设我今天VPTR 是3016，对不对？我把它减一，那就因为 VPTR 是指向 V4 嘛，那你现在如果把它减一，就相当于你把它变成 V3 嘛 ，V 中括弧3嘛，所以就类似你在做阵列的那里面的 index 那个里面的下标的移动嘛，所以类似是一样的概念所以指标跟阵列的关系很密切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把它加指标加一减一，就类似相当你在阵列移动一个元素 或移动往前或往后一个元素。那当你我们在第六章介绍的阵列你要移动这个元素的时候是怎么移动？就是利用下标，用中括弧里面的那个下标的位置嘛，对不对？那现在只不过你现在换成这种指标也是可以的，那指标就可以去把它做加或减，或者是主要就是加减了所以指标的运算，刚才看到的那些指标运算，当然就是类似阵列的下标的操作。阵列的下标操作，你们第六章我们有练习过一些嘛？就是说，包括你在做什么，整个阵列的 summation 相加，还有什么？你们有没有做阵列的？你们上次作业有没有做矩阵的乘法？矩阵的乘法里面，你们是不是在做这些计算的过程，有没有用到这些指标下标的这些变化？有。那个时候你就是用中括弧里面的那些指标那些变数去动它嘛，对不对？那现在如果你不要用这些用中括弧的话，你也可以同样的利用阵列利用指标啦，利用指标的方式去处理这样的东西就是它其实就一样的东西了只不过它就多一个弹性所以
所以这边其实刚刚讲的类似一样啊，就是说假设我们有一个整数阵列是 B5， 它有一个 B point， 那当然你可以把 B 存到什么 B point， 或者是用ampersand B0 存到 B point， 是同样的概念，对不对？那阵列元素 B3 啊 ，B3 代表是第几个元素？哎，好，哎，这个就很要注意啊。B3 代表第四个元素哈、啊。那我可以把它写成 BPTR 加3，然后在前面加上一个星号，这是代表同样的意思。我们刚刚不是说过 BPTR 加3代表什么意思？把它的一开始的位置加上三个什么？三个位置嘛，加上三个它的阵列的位置，所以类似一从一开始挪到第三个位第三个元素，然后前面再加一个星号，星号是什么？叫取址运算元，取址运算子啊啊，就是要把它的 address 里面的内容抓出来嘛，所以这时候再加一个星号，这个结果就相当于 B 刮胡三，是不是一样？那这样清楚吗？可以。可以哦，清楚吗？对。你手为什么要放在他大腿上？没有，这样我鼻子比较清醒。你要提醒他不要睡着的、哦、然后刚刚我们说三嘛，三代表就是他的这边有一个名称叫位移哈、哦，位移就是 offset、哦、就是把它移动。那当然你一定要用刮胡啦、哦、所以这边一定要加一个刮胡哈。哦B point 加三刮弧之后，前面再加一个星号，这样才是真的把它位移之后啊，这个 point 移三个位置之后的记忆体的位置，然后再把它做取址运算，然后才去抓出里面的内容啊，再用星号去把它抓出来它的内容。所以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意思啊。那这种方法就是类似指标位移的方法啊，指标位移的方法。那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很麻烦，那这个就是一个 alternative 啦、啊、C 它比较 powerful， 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不用直接用阵列的这个 index、啊、用下标去做，我们也可以直接用 point 去处理它、啊、那当然虽然比较弹性，当然相对就比较稍微你们要注意一些东西啦、啊、比较麻烦一点。好，那这个当然刚刚说的、啊、所以 B3 是一个单一的 元素，所以它就是一个变数的概念。那你去利用这个 address 啊，这个 ampersand 就是取它的记忆体的位置，那这个东西就跟你的 b point 加三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两个都是对应的啊。那另外像是这个，当然说我们说阵列本身名称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是指向第一个位置啊，指向阵列的第一个位置，所以 b 加三星号就相当于这刚刚就一样的意思嘛啊，这个课本就 double。那另外所以指标最后 summary 就是说指标就像阵列一样、哦、它可以指标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阵列、哦哦、指标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阵列。我们之前谈到的指标本身都是一个单一的变数或所谓的常数指标，它就是一个嘛，但指标本身、哦、指标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阵列、哦、这样听懂吗？指标本身也可以是一个阵列，这个待会还会再看到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刚谈的是单一指标指向一个阵列，对不对？单一指标指向一个阵列，那就是一个指标而已嘛。但指标本身它也可以是一个阵列，代表这个阵列里面的元素都是纯什么？纯指标。不知道有没有被搞得已经不晓得跑到哪边去了。反正很简单啦、啊、就指标本身它可以是单一的指标，它本身也可以是类似用阵列的方式，它就变成是一个叫阵列指标啊，阵列指标。那阵列指标里面的每一个元素是纯什么？就是纯指标啊，就纯指标。那这个待会我们会再用在另外地方，它就会非常的方便啊，非常的方便。好，那它本身也可以利用这种概念哈，如果是这个 B point 指向 B 阵列，那它这个阵列的，你可以把它类似宣告成一个阵列，它的 B PTR 一会等于 B one 哈。那这种东西就是类似，
所以它这本身就是类似我们刚才的 BPTR 加一的概念啊，但是它现在等于它也把它动成阵列的方式，所以它也是类似用中括弧一去对应到它原先指标的一啊，所以这等于刚才我们是直接 用所谓的刚才这个叫做用位移法，用指标，你只用单一个指标，然后用位移的方式来对应它的元素啊，对应阵列的元素，所以这种是一种叫指标位移的方式啊，指标位移用单一指标。那C 它也提供类似利用所谓的阵列的方式，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就是比较更对应出来，就把这个阵列当成是指标当成是一个阵列的概念，所以它的指标阵列里面的第一个元素就对应到 B1 的啊的同样的一个东西哈、啊，所以这种方法就是这种叫做指标下标法，指标下标就是它用下标的概念，那刚才那个是用指标位移用加减的概念，所以是指标位移。那这边是叫做指标下标，就是它对应用指标的方式去处理它了、哦、好了 ，Anyway， 那当然阵列名称是一个常数指标了哈、哦。那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你用 b 加等三是错误的，我想想看，这为什么错误？阵列名称是常数指标，哦，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这样写？我们刚刚不是说 B 就是一个阵列名称嘛，对不对？这个阵列名称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指标啊，对不对？就代表是指向第一个位置的指标，所以我们通常在函数不都这样传过去吗？那我现在要把 B 去把它加等三，我们刚刚不是说我指标是可以做运算的吗？指标是不是可以做运算？那为什么这边 B 加等三是错误的？这个就一个比较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过阵列名称是一个常数的指标，常数就是常数啊，它本来里面存什么就是存什么，你今天不能够再变动里面的内容，你就说你今天原来这个常数是一，难道你要把一变成是另外的其他常数吗？那你要用变数去存它嘛，所以常数一就是存常数一，它就不会动了，所以你要再把一做任何的变动，这个就是 illegal， 就是错误的、哦、是在程式 不被允许的，所以常数是不能动的嘛，啊、哦、，constant 就是不能动，变数才可以动啊，哦、所以 B 的阵列名称 ，B 是一个阵列名称，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叫常数指标。那这个里面的指标，它就固定是存这个东西。你今天要再让我去做加减运算的话，我的 compiler 就会出错，啊、哦，所以这个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到的啊，阵列名称。不能够去做这种所谓的加减运算，虽然它也是一个指标，但是它是一个常数指标，所以我们刚才的通常要把怎么样，我们通常都不用 B 直接去做它的什么，做它的指标运算，我们通常要把它对到一个什么，对应到另外一个指标变数，指标变数才可以去做加减运算嘛、哦、所以我们要一开始有没有利用 B 把 B assign 到 B point， 对不对？ B assign 到 B point， 那你说为什么这么麻烦，我们直接用 B 就好了，因为 B 本身也是指标啊，那我们怎么不用 B 去做加减，我要再另外拉一个 B point， 因为 B point 是变数嘛，所以它可以去变化它， B 是一个也是一个指标，但是这个指标是常数指标，所以你不能够去动它、哦、这很重要哈，所以不要为了贪这个本身也是反正就是 C language 的定义啦、哦、所以你规定是这样你就不能动它，你动它你编译就会造成错误了、哦、这是要注意的哈、哦，这个常数指标。好，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有用四种方法啊，就是本身我们之前学过的直接用阵列下标啊，阵列下标，那另外就是用做指标位移法啊，还有所谓的指标下标法，还有指标位移法啊，反正就有四种方式啊，这个看起来有点复杂，我们直接看例子，反正就用这种方法去列印出这个阵列的四个元素哈。好，先 define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demo 的例子。首先，我们先宣告它的这个 B， 它里面是一个整数的阵列哈，它里面是十、二十、三十、四十。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宣告一个 point 啊 ，B PTR 对应到 B 嘛哈，那所以这个 B 的位置就 assign 到这个 B PTR。然后呢 ，i 跟 offset 都是整数了哈，都是整数。那接下来就是 in 了哈。好，那接下来
他先把他的我们最用最最简单的这个是用用什么？用阵列的方式，用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第六章的方式。第六章的方式就怎么做？直接回圈，你要把它的阵列，就是这个阵列很简单，十、二、十、三、十、四、十，你要把它印出来。你要把它印出来。第六章教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用回圈。那回圈里面是不是用什么？直接把它的阵列的名称，再用中括弧，再加上它的下标嘛，就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 print 啊，那 print 就把它印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第六章传的最传统的指标，不是指标了，阵列下标法啊。但它有一个名称给它啦，反正就是我们之前在用的方法叫阵列下标啊，阵列下标就是一个阵列名称再加上它的下标，这个是刚才我们这个之前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用这边只是一个提示啦哈，用 pointer offset 啊。Pointer offset 就是用指标位移的方式啊，所以指标位移的方式，你看它怎么做呢？你就要看到后面这个就好了啊。它就是把 b 加上什么？这个 offset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整数而已啦。那这里面是小于它的 array size， 然后呢 这个 offset 加了啊，所以它是把 b 加上这个 offset， 那这个 offset 就会从0、1、2、3这样子啊。然后呢，把它括弧起来，前面加个星号，就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也 看到同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叫指标，我看一下它叫什么，叫做指标位移法了哈，指标位移法。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就刚刚说过，对应它这个 B point， 这边比较特别是，你这边好像没有宣告它是一个阵列，对不对？我们一开始有没有宣告 B point 是一个阵列？我们刚刚只是宣告 B point 是一个指标而已啊，对不对？但它本身没有宣告它是一个阵列，但它这边其实就可以直接用它。这个反正也是 C 很特别的地方，它既然要开这个方便门给我们啊，方便之门给我们，就直接把它用。所以 B point I 就类似怎么样？类似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阵列的下标去使用它啊，就类似你刚才的 bi 嘛，现在只不过换成什么？换成 b point i 啊 ，b point i 这样子去用它，它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有点奇怪，对不对？你没有宣告，你只是宣告它是 point 啊，但是为什么你这边可以直接用什么？用下标的方式去 appoint 到一个它的 value， 它所对应的 value， 反正这个就是它吸它内建，它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它。就是把指标直接当成阵列来使用啊，指标当成直接当成阵列来使用，它也是可以接受的啊。但这个可能也可以视情况来使用它了啊，不一定要用。那另外做一个方式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差不多是用 offset， 就是把啊，刚才是用 b 的这个东西了哈，刚才是用 b 它本身的阵列的名称了哈。那因为我们把 b assign 给 b point， 所以 b point 加 offset 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类似指标下标法啊，指标位移法啊，指标位移法，然后括弧起来前面加一个星号。那所以这四种方式啊，你去用这四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达到阵列的位移的那种效果。所以印出来的结果呢，啊，印出来的结果基本上几乎都一样了啊，这只是它把它印出来的结果，所以同样都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得到同样的这个指标这个阵列的一个位移的结果。所以不管你今天是用刚才说的一开始最简单原始的 b， 或者是利用这个 b offset， 或者是用 bptr 就 point 的这个阵列的下标，或者是用指标的这个 offset 位移的方式啊，前面加个星号，这个都四个方式同样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指标跟阵列之间的一个关联性啊。那这边玩应该就好，我们这个待会儿再看哈，先休息一下，先把今天刚才上的东西先再搞清楚一下哈，先把它记起来。